你的第一个问题是，我希望我的另一半可以陪我一起去打乒乓球。三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只选乒乓球呢？因为经常下班的时候啊，会和同事去附近的公园去打乒乓球放松。公园里面会有很多的叔叔阿姨，他们很专业啊，会带一些什么绿茶、饼干啊，还有应急灯。他们就属于是什么状态啊？他们一开始会两个人一起去练习嘛，等有一方累的时候呢，另一方就会坐在旁边一直等他结束。结束的时候呢，会和他一起去逛逛公园啊，散散步。其实那个时候就很羡慕这种状态了，因为觉得陪伴一个人其实很重要嘛。哦，九号。男嘉宾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说打得很菜，然后我在旁边看着你跟大爷大妈打行吗？没事，这个我可以教你。